哦，第一次遇见您牵着住你侧脸，有什么故事好想了解。刘俊，我昨天不在这里，搬家了吗？我懂你的特别。昨天下雨，然后我就睡了个懒觉在家里，然后我下午就去北京了，我去北京吃了个小龙虾，我投出一丝暖暖的微光，就算你有一道墙，我的爱会攀上窗台上方。打开窗你会看到悲伤的花。进去吧，太冷了，拜拜。